Hello， 粉丝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本市著名民间科学家林博士。什么破铜烂铁一堆玩意儿？林博士，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？哦，这个就是每日陪伴我的宝贝，小爱。宝贝，你为什么听到小爱因斯坦的简称这么猥琐？哦，小爱是爱因斯坦的意思啊？不然呢？来，拿着。来，你们拿这个听一下试试。这个耳机经过我的特殊改造，能让你们听到一些特殊频段的声音。我好像听到了声音的前调。像高频的笑声，中段突然尖锐刺耳，最后还有什么响？我好像也听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放了个屁。啊？哎呀，咱们林博士还是挺幽默的。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你们。很多古怪的事情都是因为信息偏差而造成的，小爱不是用来发现古怪的，而是揭示事物本来面貌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爱的光学扫描成像功能，她现在已经把整个屋子都扫描了一遍。等她分析完，我们就知道。哪里有异常？这么高科技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里是衣柜。衣柜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行啊？故弄玄虚的。小爱说，这个床底有异常。什么声音啊？有情况，有情况！老林，我就说吧，这个屋子里真的有古怪。林奇，怎么办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
一切都是用科学来解释的。啊！解释，怎么解释？我说过，所有的这一切都能用科学来解释。有了。就是这个。就是他控制了家里所有的家电，不过这只是一个接收器，真正的信号源小爱已经查到了，就在那儿。烟雾胶囊，床不错，你在跟谁玩呢？跟他玩。你是谁啊？谁啊？我就是第一个租住在这里的租户。你就是那个最开始失踪了的租户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躲在我的床底下？我喜欢在家玩一些电子设备，可父母非要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。他们不相信我能搞出什么名堂，于是我就和家里面闹翻了，自己偷偷跑了出来。后来钱花光了，别说租房了，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我就藏到了床底。平时我都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出来活动，从冰箱里拿些剩菜剩饭，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别人发现了行踪，你们就以为遇到了什么古怪事件。胖哥是我最喜欢的租户，他总是会囤一大堆吃的，就算多吃一些他也不会发现。总是吃胖哥的东西，日子久了过意不去。没什么好报答胖哥的，偶尔会帮他做做家务，可没想到还是吓到了他。我只是想有个地方住，有口饭吃。我真的没有恶心。我觉得你回家吧。我不想就这么回去，家里人都不相信我可以。你躲在床底下就能证明自己吗？你看我现在都有团队了，证明通过努力是会有回报的。继续躲在这里你会忘记你的初心，你一直躲在床下看到的就只有床缝外的世界，但是你如果走出去就可以大展拳脚，用你的行动去向你的家人证明吧。那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对了，那个电子发射器是你做的吗？我有个朋友开了个电子科技公司，你可以去那儿搞科研，叫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即使你有天赋，也不能懈怠。这些东西吧，是吧？我在这儿呢，来您这边请。粉丝说了，补脚精这个名字没什么特色，我们想个新 ID 吧。
独家经文。什么？名字？我们叫独家经文怎么样？全票通过，咱们就叫独家经文了。耶！那我们今后的名字就叫独家经文。你们听说过荒山传说吗？传说在很久之前，这西郊曾经是古战场，有无数战士战死沙场，但是他们的遗体却被困在了山上。后人害怕他们的怨念太重，扰乱山下，特别安排了守山人，世代